心中面容，还记得初次相遇时的懵懂，砰砰的心跳声、也许是故事来的不约而同，就好像是一场梦、想陪你去追寻我们的彩虹、静静凝望着你的笑容，三，你要租吗？我现在没那么多钱，可以先付一个月吗？一个月啊？不过我有钱了，我马上还给你的。好吧，看来我今天需要留个借口了。哎，你答应了？好吧。太好了，谢谢你。这是我的猫，它叫哈娜。你怕猫啊？对啊，他不会进我房间吧？放心，他很乖的，不会乱跑的。哎，实在不好意思、下次不许乱跑了，知道吗？哎，刚才不好意思啊。我做了早餐，一起来吃吧。不吃了，不饿。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早餐。那我以后多做一份好了。昨天晚上不睡好，
好，昨天晚上画图画的有点晚。给，喝咖啡。谢谢、啊。不过那个杯子是我的。嗯，我以为都一样。这个是你做的？对啊，尝尝看，好喝吗？